大家好，欢迎回到来我趣味频道的炮谷片仲想点啊，介绍下自己先，我是轩仔。我是鹿仔。咁我哋今集就两个人为老啊，因为我哋就係讲呢套死侍与狼人啊，都夹返套戏啦，两个人做呢个主角。咁但係开始讲之前呢，咁就希望大家可以赞好订阅分享我哋呢个我趣味频道啦。咁如果你哋鍾意睇戏煲剧嘅话呢，就记得揿埋个钟仔啦，因为我哋一星期呢就会同大家分享一套影视作品嘅。咁我哋都系照惯例啦，都系讲感受为主嘅。咁后面就可能他会讲少少对 Marvel 即係烂完又再而家好似有少少死灰复燃嘅感觉系点样啦。咁啊，鹿仔你分享一下先啦。由于个档期太近，劇情就唔系点样讲啦。咁就睇完，因为我身边啲人都睇先过我嘅，咁佢哋都话普遍都系话故事麻麻地啦。咁我睇完都觉得系嘅，即系唔特别啦。简单啲嚟讲，佢唔系卖故事嘅。咁就粉丝向咯，中意死侍或者中意狼人呢个角色，甚至乎鍾意佢两个即係演员，咁就会比较係呢个方向囉。同埋因为我睇我本来就两个我都正正常常啦，冇话特别鍾意嘅，所以我睇完嗰个感觉就係普通，真係普通。入面出现嘅一啲坊间觉得惊喜位对于我嚟讲唔算特别。所以一般整体嚟讲，你话要我讲啲咩感受，就係、是、普通两个字带过咗啦。其实已经係囉，我哋睇嗰场我都觉得几估唔到，係我以为会有好多人会对于嗰一幕啦，即係所谓大众比较惊喜嘅嗰一幕会有啲反应，但反而其实係冇囉。我哋睇嗰场都即係佢一出嚟跟住就係观众就好似预咗咁，唔知因为嗰啲人可能其实已经唔想睇咗係啦。系啦，因为我哋睇已经算系迟，即系我哋而家系第四日，咁可能啲人其实已经可能预测紧噶啦，所以佢就冇嗰个惊喜喺度咯。吓，但我觉得呢套戏冇乜必要预测，即系对于我嚟讲咋，主观啊，主观嘅呢啲嘢系啦，即系我唔会预测咯。即系如果睇完之后，我都觉得，因为你嗰啲笑位咧，佢套戏系一定系卖呢啲噶嘛，打破第四埲墙同观众讲嘢，同埋系会有啲Deadpool 嗰啲幽默式，同埋或者黄色笑话咯，系啦，咁就。狂插嘲諷翻Marvel 依家嘅操作咧，咁講，咁就呢啲，即係佢睇呢啲，咁你睇完一次，你基本上笑一次，嗰啲係唔會令你再聽多次會想笑嘅。係啊，所以我都覺得，即係我都認同你講嗰句，就係其實佢都係好粉絲向嘅，即係好似我睇完同你講，我都話其實喺我心目中，佢呢套嘢嗰個地位就有啲似咧。系就系早排就系蜘蛛侠不战无归咁啦，其实佢就系卖情怀咯。即系如果你系以往好早已经入坑，讲紧系早到系由刀锋战士啊，或者系 Daredevil 啊、X-Men 嗰个年代入坑 Marvel 咧，基本上你睇呢套嘢，你会觉得好开心嘅。同埋佢最后即系个片尾出 credit 嘅时候，佢咪出翻啲 X-Men 啊嗰啲戏嘅 behind the scene 噶嘛。佢嗰啲位置就我就觉得系哇几正喎又。即系真系好有以前嗰种感觉喺度，但系你话真系撇开呢啲咁样卖情怀嘢咧，就同嗰套蜘蛛侠一样啦。我哋除咗见到三代同堂正之外，同埋啲旧嘅间隔出翻嚟之外咧，呢两套嘢都系咯。剧情上其实真系冇乜可取嘅地方，或者冇乜话觉得好令人惊喜嘅位咯。因为其实佢嘅套路都系同以前旧两集 Deadpool 都系类似嘅，就一开波有单嘢发生咗，跟住然后咧佢会 flashback 翻俾你听系咩事。之后再去翻佢而家呢个位置，然后就去继续顺住去讲嗰件事，就变咗真系唔会话你见到啲咩好惊天地泣嘅剧情，但系就真系情怀多咯，我自己都系觉得。但系我反而觉得咧 ，even 你讲佢同 Spider-Man 比咧，因为你谂下两套咧，你睇 Spider-Man， 你睇翻即系佢三代同堂出现嗰阵时，同埋你依家睇翻，我呢度我唔剧透佢出咗啲咩人啦。咁你睇翻咧，因为佢系。始终系嗰个叫霍士，即系嗰堆人系出现喺嗰度啦。咁嗰阵时啲戏几耐，而嗰阵时嗰啲戏啊，嗰啲英雄片种或者甚至乎嗰啲角色咧，你喺嗰阵时嘅年代睇翻佢传入嚟香港，对比起我哋睇蜘蛛侠嗰阵时嗰一个 noise 咧系细好多。系啊，因为嗰阵时其实都未兴噶嘛。系啊，你 capture 到嗰堆人好局限咯。即係佢會所謂賣到情懷嘅人都冇蜘蛛俠嗰、那個三代同堂咁有驚喜同埋震撼咯。即係至少我咪同你睇咯，我唔記得咗，好似係。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成個戲院係會有啲氣氛喺度噶嘛。即係 even 你唔好理好定唔好啦，嗰個氣氛即正常咁樣見翻，我覺得
OK 嘅，但系问题系你话喺呢套死侍出现翻嗰啲人，我叫做冇睇一个啫，纯粹，但系我都唔会觉得太大惊喜咯。佢哋出场啊，同埋嗰啲我都会预咗噶，因为你睇其实佢一定系出翻嗰堆人，再加以前霍士嗰堆，咁我纯粹系觉得我睇翻边啲熟咧，就系、是、X-Men 出某啲角色出翻嚟，我会觉得惊喜咯。系啊，呢、這个系真系几估唔到嘅。佢揾得翻嗰班演员，即系虽然佢哋而家出嚟个样已经有翻唔上一年纪啦，但系都叫做可以揾到佢哋出嚟出现翻同一个角色。呢、這个位都真系服务 fans 服务得好好嘅，我觉得。系啊，所以我就话你话如果系卖情怀，我觉得佢有啲喺香港市场啦，因为外国其实应该 suppose 外国就个个都得受落嘅，因为佢哋。睇开呢啲大㗎嘛，即係睇开呢个係佢哋漫画部分啦，係啦，佢哋嘅漫画啊，同埋佢哋嗰堆，咁佢哋电影公司呢都係佢哋国家㗎嘛，就啱啲。所以我觉得佢哋相对如果应该係外国观众受落过香港，即係如果咁样嚟到香港市场嘅话，我觉得相对佢嘅共鸣性係冇三代同堂咁大。我諗香港观众较为最惊喜就其实就係由当刻听到Hugh Jackman 会再做翻狼人嗰下，我谂已经系对于佢哋嚟讲系最惊喜咯，即系因为佢曾经已经讲过话唔再做噶啦嘛，咁因为佢病啊嘛，再加埋佢之前，所以系咯，如果佢即系香港观众听到佢会做翻嘅呢一刻，其实我谂已经系最开心噶啦，其他嗰啲什么角色用唔同方式登场，都可能已经唔再重要，即系好似我哋头先啱啱睇完，即系我哋而家录影嗰一日，其实就系出Robert Downey 出嚟就係话去做返呢个末日博士，即係其实我哋两个都冇乜反应嘅，即係但係个网上面已经盛传得好犀利呀，又个个好兴奋咁样，但係我哋就好似觉得都系咁啫，冇乜特别。佢嗰种感觉咪就係似返死侍咁讲囉，有好多嘢玩烂咗冇得玩。其实讲是啊，系咯，佢入面都串，即系就话 Marvel 唔好再玩平行时空啦，玩烂咗啦咁样。呢啲位我又觉得佢其实导演都落咗好多心机去做呢件事，即系除咗头先呢啲之外，我 off cam 都有同你讲，就系话佢去讲紧其实一开头就话Deadpool 个宇宙个骨干系冇咗，咁所以咧就嗰个宇宙都会冇啦。咁我自己呢个咧其实就 get 到佢系有少少好似暗串紧一啲 Marvel 嘅电影啦，系列电影啦，冇咗一啲传奇嘅角色喺度。咁究竟仲嗰套嘢系咪仲系嗰一套呢？即系黑豹系咁啦，美队系咁啦。唔系咁，佢有种似系挑战紧咧。即系我有少少嗱，我当导演啦，我唔理系咪佢哋演员参与程度有几大啦，喺剧本上或者某啲人物，即系有种好似预示咗，其实你拍呢个死侍入边讲嘅 message 就系话，其实骨干成员冇咗或者某啲嘢冇咗嘅时候，你系咪应该要停？系啊系啊，即系咁样，我有少少咁觉得嘅。同埋我当然啦，佢哋有钱就会做啦呢件事，佢唔会理个所谓想传递嘅 message 嗰啲都系 bullshit 嚟噶嘛。即系佢系一个好口号式，好似有反省嘅，但系其实。只要有钱都是会做的呢件事，其实争在以前有冇以前咁多啫嘛，其实。等于阿狼人咁，其实佢都嗰阵时除咗病之外，咁佢都有讲过话，即系唔做啦。咁但系后尾而家都有啲访问都针对翻佢呢个声明去问佢嘢。咁其实佢主要都系话，最主要佢真系好想同阿死侍喺荧幕前面真系合作一次。咁我当喺呢个原因你说服咗我，我觉得都 OK 嘅。咁但係你再有其他演员罗伯唐尼啊或者其他再有同样情况去做呢件事，咁观众又受唔受落呢，我又觉得就係一个要諗嘅地方囉。我觉得两睇嘅呢个位就係一我哋唔估佢讲乜，即係佢哋内心点諗啦，我自己嘅諗法就係佢哋可能都係觉得当係卖个情面俾叫做 Marvel Studio 囉，或者係佢哋嘅嗰啲公司人啦，即系当卖个人情，咁始终佢都带挈佢哋唔少嘅，因为呢啲戏系。跟住其次就系、是、可能真系佢都觉得呢个角色几成功嘅，即系佢都唔想睇住，因为冇咗佢哋而嗰个王朝就冇咗啦，应该咁讲。系，即系佢哋觉得系啊，可能有一个可惜，咁就算啦，帮到几多得几多，可能系用呢个方向嘅，我都系话可能嘅咋。因为佢好似套戏咁，阿 Deadpool 都有同阿狼人讲，佢话。Welcome to 呢个 Marvel Universe， 不过就可惜你喺最倒霉嘅时候加入，即系呢啲位又系听到系觉得我哋会觉得好笑之余，就系、是、又觉得系都几
抌心口嘅，因为我哋都算系经历咗佢 Marvel 最高峰嗰下，即系 Endgame 同埋无限之战嗰阵时，呢两个系真系叫做系喺香港最高峰嘅时光。咁但系跟住一路见到佢越嚟越得，系咯？你头先完咗嘅时候，你都话你都唔记得你对上一套入场睇嘅 Marvel 系咩啦？你咪就系嗰种物极必反咯，你太多产啦嗰样嘢。佢唔矜貴，同埋你拍得商業式，再加埋嗰種好公式化嘅劇本咧，其實你等，其實係等幾時沒落啫嘛，講真。係啊，同埋你早嗰排已經用曬啲王牌啊嘛，即係美隊啊、Iron Man 嗰啲。同埋你foresee唔到幾時完，即係可能比佢哋想象中快完咯嗰陣水。係啊，你而家已經得翻叫做係蜘蛛俠係比較係多人氣啲嘅角色，其他嗰啲我諗你。大部分唔係追開佢嗰個漫畫，或者唔係追貼多少少佢本身嗰個產業嘅話，其實你係完全唔識噶嘛。即係早排有啲咩 Echo 啊、女浩克啊、女鷹眼嗰啲，你基本上你問坊間嘅人嗰啲 Moonlight 嗰啲，基本上佢哋全部都唔會知道個角色，純粹見到咦 Marvel 喎、咁睇下啦。但係結果就係咁樣趕走咗好多新客咯。呢、這個位即係我唔排除佢哋嘅本土或者係外國市場係會 OK， 但我而家如果我身處喺呢度，我係覺得佢咁樣嘅做法就應該放棄咗好多個市場咧。咁講係啊，即係早期嗰啲咁嘅即係劇集又好，電影又好，通常呢以往一有 Marvel 呢啲嘢準備上映或者出咗預告之類呢，咁啊連登其實已經好多鋪㗎嘛。但係基本上呢近兩三年嗰啲影視作品，你見到佢全部冇乜人討論咁滯嘅，甚至乎可能一個鋪都爆唔到咁。但係嘩，真係覺得對比返當年咁犀利嘅時候，又真係覺得好可惜嘅。所以我自己就睇唔睇好佢依家之後落，即之後落嚟嘅 Marvel， 我就真係50-50咯。我諗我會 Doctor Strange 應該會睇嘅，但係其他就真係問水。其他你要我 up 出嚟，我唔知我睇邊個好啦。仲即現有嘅人我講緊，同埋我都唔會係因為 Robert Downey 佢演翻，即佢加入翻 Marvel， 然後佢演末日博士，我又覺得有好大希望。我又唔係咯，我覺得嗰樣嘢相輔相成。係啊，我都係覺得你都係要睇下而家呢一陣，即叫做靠死侍同埋狼人呢一水救得翻幾多。我覺得你先再諗後面啦，因為佢講緊套嘢係2627年先係最快有復仇者，仲要係又揾翻羅素兄弟翻嚟，咁即係其實你意味住你都承認自己過往呢兩三年嘅政策係唔得啦，即係揾啲新導演啊，或者揾啲一啲其他嘅一啲老導演入嚟拍，咁變咗你真係要令到呢班觀眾，我唔理係新觀眾好定係一班舊粉絲，要令佢哋有翻信心，我覺得其實係好難嘅。即管睇下点咯，受太多因素。你剧本又唔 OK 嘅时候，我当你揾Robert Downey 翻嚟，咁佢发挥唔到，你都系死嘅。系啊，同埋你又要铺排翻佢前面，即系正常你都要喺前面几套嘢去铺翻呢个角色出场啦。因为如果正常计唔系睇过神奇四侠嘅话，咁观众其实又系唔识佢呢个角色噶嘛。咁即系变相你又要喺佢前面一啲个人电影度铺翻呢个角色出场，好似当年灭霸咁样，咁你先令观众有个印象系啊呢个系奸角咁样。如果唔系，你又变咗好似其实康咁啫嘛。康其实系大部分观众都觉得系拗晒头噶嘛，即系对于佢呢个角色系唔知佢做咩噶嘛，纯粹知佢系好劲咁样，跟住就冇咗啦。當然啦，佢可能淨係考慮佢哋西方市場，冇考慮過其他，或者甚至乎即係我因為以我喺呢度嘅認知，我冇追開嘅，我會變咗因為睇佢電影覺得好睇，或者係電視嗰啲 series 好睇咧，我會睇翻漫畫，變咗其實佢係一個另類嘅成功嚟噶嘛。只不過係咁變咗，我冇咗依家打後開始，我咪冇咗呢回事咯。即係我又唔會話因為咁樣想睇多睇了解翻原來佢哋漫畫係咁嘅。系啊，因为如果你计翻以前，我哋其实系好中意一有个新角色，我哋唔识，我哋就会上网睇翻哦，原来佢喺漫画度系咁。但系好似今次咁，死侍同狼人叫做唯一一个比较新啲嘅角色，其实就系 Xbox 个妹啦。咁但系我哋又都冇话好特别想即刻查翻啊，究竟佢有几劲呢？因为其实讲到佢系咩 Omega 级嘅变种人啊嘛，咁如果大家睇 X-Men 都知道，其实 Omega 级嘅变种人系最 top 嗰扎嚟噶嘛，
咁但系我哋睇完又冇话即系即刻上网查，究竟佢漫画系劲到咩地步咧？我哋又冇咗呢个冲动咯。冇啊，其实我觉得依家如果当佢仅存落嚟就系得商业价值嘅时候，而冇其他外在嘅嘢俾佢嘅话，咁佢行到嗰个位就仅限于此啦，即系唔会再有更加多嘅发挥啦。但系个人嚟讲，如果真系计嘅话，其实即系除咗见到啊。Hugh Jackman 做翻狼人之外，我自己系几期待佢有冇机会系可以组到翻原班人马，系再出多次嚟嘅，即系 X-Men 嗰啲。因为我自己其实如果你话问心计，未真系有呢个 Marvel 王朝兴嘅时候，早期其实我都系中意佢哋旧底嗰班 Marvel 嘅 X-Men 嘅。咁甚至乎佢早排 Disney 出翻佢嗰个动画啦，X-Men 97，咁入边其实。即系又系见翻好多旧史，以前我哋细个喺明珠台睇嘅动画咁样一个延续，我自己都觉得系好正嘅。所以如果你话正式成个计咁大嚿 Marvel 嘢，我系几中意 X-Men 嗰个系列嘅，因为佢其实我觉得佢几贴社会嘅，因为其实佢入边某程度嗰个所谓变种人同埋正常人类，其实都系讲紧咁多年嚟嘅一啲种族嘅问题啫嘛。而佢一直系扣住咗呢个嘢，可以延伸到咁大个宇宙，我觉得佢成件事系。比起即系 Iron Man 啊、雷神啊，叫做系科幻少少嘅嘢咧，我自己觉得嗰种 X-Men 嗰种嘢咧，个馅其实系地道啲，系更加吸引啲嘅。我都冇乜点样对 Marvel 有期望啦，已经即系希望佢俾啲新鲜感咯。咁但系而家即系叫做我哋都讲咗大量感受啦，但系入边咧呢套嘢，你有冇边啲位系特别觉得正，或者有冇特别边个场口你觉得正？哎呀，你咁讲啊，真系尴尬，我真系完全冇讲真。除咗对白，即系佢讽刺 Marvel 嗰啲嘢叫做同你连成一线之外，我其余嘢真系冇乜中意。系，因为其实佢入边即系呢啲讽刺嘢都系其实秉承翻佢自己 Deadpool 嗰个叫做传统啦。即系我，不过我几估唔到佢系连Mad Max 都攞埋嚟笑咁样，呢啲位系几估唔到嘅。因为唔系呢个我冇睇 Mad Max， 但系我知道佢系扮紧嗰样嘢。系啊系啊，因为佢直情讲埋个女主角个名字。系啊系啊，同埋佢连嗰堆车都系嗰堆嘢咯。咁所以咪就话咯，啱先连嗰啲对白。即系我唯一叫做觉得 O K 嘅嘢，都系佢本来常规操作嚟嘅。咁啊系啊，所以咪更加冇惊喜咯。其实所以我就套戏对于我嚟讲有啲普通咯。如果你话真系讲我自己反而最满意咧，即系唔计嗰啲什么彩蛋讽刺嘢，我最满意其实系佢个片头咯。即系因为阿 Deadpool 跳住舞，跟住食晒 beat 咧，跟住又配合埋佢打交嗰啲位，然后出嗰啲嘅工作人员嗰啲名咧，我自己几中意个片头个设计嘅成件事。即但系其他后续佢嗰啲打斗戏咧，叫做两场啦，一场就系佢哋喺敌人大本营嗰度打，同埋阿狼人同阿 Deadpool 打嗰个堆 Deadpool 军团呢两场，我觉得其实都系比较普通，反而系一开始个片头我觉得系打得好睇嘅。同埋我自己有啲介意嘅就系你每样嘢 set 落去都有个原因嘅，但系我就唔明点解系你咁多个平行宇宙嘅狼人你要揾呢、這个？哦，我系唔明咯，即系你净系纯粹话佢系最废嘅狼人。因为佢太过嗰种不负责任地，咁你讲边个都得噶，其实，因为我本来对佢唔知噶嘛，我哋知道我睇过嘅版本嘅内容，甚至乎可能啊，应该咁讲，可能又系唔适合啲冇睇过完整漫画嘅 X 名嘅人啦，可能呢个系睇咗漫画会知嘅，有机会，系，但系我依家就变咗我冇睇，我一定唔知啦。跟住你就咁话佢系一个最废嘅狼人，跟住佢一味讲佢好内疚，咁其实佢就算 even 你咁讲，佢喺旧时 X 名嗰集佢杀咗阿凤凰嗰阵时，佢都好内疚噶。咁佢可以系嗰个都得噶，即系如果我假设我冇睇，其实我可以知道佢系嗰个都得，即系变咗我咪觉得佢讲得有啲交代得个人物系有些少唔清楚嘅。系啊，我觉得其实佢呢个位系要讲多啲，因为始终佢而家其实讲咗好多 Deadpool 嘅嘢，但系其实 Riches 嗰啲嘢我哋一早已经知噶啦。我反而系想知点解你要拣呢个狼人咯，即系学你话斋，因为其实佢有少少 flashback 嘅，即系阿 Xbox 个妹。执只手落去嘅时候，我以为佢讲咯喺度，系啦，佢就得少少 flashback。你见到有啲 flashback 嘅画面，就其实我哋以前睇 X-Men 嗰啲画面，即系可能其实佢想咁样，然后就暗砍交代话你知，其实你睇呢个狼人就系以前嘅我哋睇嘅狼人，只不过佢系去到Logan 嗰个电影嗰个位啫。即系我哋睇嘅现实 Logan 就系佢喺 Logan 套戏度佢死埋噶嘛，但系而家呢个 Deadpool 入边嗰个 Logan 咧就系截至到去嗰套 Logan 个人电影为止，都系我哋睇过嘅，但系就去到嗰度佢哋分叉，我觉得佢系咁样咯，暗砍。咁
咁所以我就话呢嚿呢佢呢个角色交代得唔清楚嘅位就系咁佢喺边度？佢系属于边个宇宙嘅 Logan？ 而点解？同埋你都话俾我听点解搵佢？你冇理由简单到话，因为佢系最废，我要搵最废嗰个。我觉得系有少少嘥咗咯，成件事其实呢个几多分啊？你俾先啦，俾我觉得你俾得高分过我啊！我会俾得多嘅，因为真系佢有 X-Men 啲嘢 ，Force 啲嘢，我都会俾七分嘅。五分咯，合格高一分咯，叫做五分嚟讲，真系我谂应该又未系去到 Marvel 最低嘅，但系比预期中系失色咯呢套嘢。Overall 就系、是我觉得你情怀嘅你可以去睇嘅，咁就如果一系就好似我咁咯，睇早场就冇咁抌春咯。哦，系啊，如果唔系你晏昼睇嗰啲成百几蚊，就你会觉得系有啲失望噶。有啲人会觉得比较百几蚊睇呢啲 CG 系 OK 嘅。都有嘅，但系就系咯，即系都系睇你本身对佢呢两个角色有几了解咯。我都唔知道个票价攞嚟衡量啲乜啦，已经我都我即系衡量好诶抵睇定唔抵睇，即系我觉得如果你文戏好乸好睇嘅，即系主观嘅好乸好睇嘅，即系好似我当好似系阿马田史高西斯嗰啲咁，咁佢百几蚊冇问题嘅，我觉得，即系佢唔一定有好劲嘅 CG 嘛，即系佢嗰啲 CG 留翻晒喺爆破同埋叫做 CG 翻啲人系后生啲咁样嗰啲。系啊系啊。即系系咯，所以我嘅 CG 系纯粹觉得佢，即系我唔会睇佢系摆咗几多制作成本喺入边而评论佢嘅票价，而系咁如果公道啲或者咁计，咁套套都百零蚊起噶啦，差唔多依家九十蚊至百几啦，我当。咁我觉得我奉劝睇早场嘅就系呢个位咯，睇早场啦。系嘅，同埋真系如果本身你对佢前期嘅一啲产业系冇乜认识咧。咁我都覺得你真係睇早場會冇咁傷心，因為佢都其實幾多講返舊史。你如果係完全冇睇過佢哋，淨係睇過 Deadpool 呢，你哋都真係係觀眾係會睇到一頭霧水嘅。即係我應該未去到失言到嗰個程度係叫人唔好睇嘅。哦，咁嗰啲我哋我都唔會，即係唔會去到呢個地步嘅。因為始終有啲嘢係真係你喺戲院感受先至有嗰個 feel 噶嘛，唔係話屋企睇串流就有嗰種 feel 嘛。即係佢呢套嘢衰極，佢都有啲，譬如好似一開頭講嗰、那個佢個 opening 嗰套嗰段片，你都係要喺現場睇翻嗰啲血啊，睇翻佢嗰啲音效啊，你先有嗰個 feel 嘅，唔會話唔使入戲院睇嘅呢啲嘢。太多對於呢套戲補充，如果唔係就走火入魔噶啦。咁冇啦，我哋應該呢個月就係啦，呢、這個圍爐同埋上次試當真啦。咁啊，下個月我哋應該就係二型嘅圍爐噶啦。如果冇意外嘅話，睇就咁睇啲即將上映嘅，就應該冇乜意外嘅。係啊，應該得嗰套，或者可能睇下會唔會真係睇 Borderland， 又可能睇完會有驚喜咁樣，又唔定嘅。咁啊，係啦，咁我哋今集就嚟到呢度啦。咁啊，最後記得讚好訂閱分享我哋呢個惡趣味頻道。咁如果你有呢啲死侍啊、狼人嘅一啲補充資料可以補充翻俾我哋，就當然最好啦。咁就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哋講嘅。咁我哋下集見，拜拜，拜拜。